从1941年起，侵华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日军战时《华北治安战》记载，在击溃晋察冀边区共军及消灭其根据地的同时，结合封锁，破坏其自给自足，进而消耗困死该地区的共产势力。1941年8月，侵华日军对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9月23日，3500余名日伪军突然进犯狼牙山地区，企图包围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地方党政机关和当地百姓，形势十分严峻。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回忆，1941年秋，我们布置好了全分区的反扫荡工作，从周庄经上下爱岔向西转移。在转移途中，我得知敌人已经拉开了一个巨网，把整座狼牙山包围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陀36峰。杨成武回忆道，在这次反扫荡中，一团主力奉命去保卫军区，留在狼牙山的少数部队由正在山上养病邱卫率领。此时邱卫在电话里焦急地说，司令员，情况很紧张啊，我们和敌人从早晨打到现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敌人的炮弹也落到了棋盘陀上。9月23日上午，日伪军进攻狼牙山，其主力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乙兵团，由步兵第133旅团及各配属部队组成，兵团长是金田梅武少将。时间不长，团长啊都到了，你们这个连队到山上去掩护大部队和敌方的群众撤退。按照部署，第一团第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第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与民兵配合，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设了地雷。当时呢，所使用的地雷就是土地雷，因为当时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有一些地方呢，我们就用石雷就地取材。24日，夜色降临后，四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沿着被我军撕开的一个10公里长的日军空隙，悄悄地转移了。撤退以后，留下一个班。他说的再留下一个机枪组，逐步的阻击敌人，这拖住敌人，有宽裕的时间让大部队撤离这个狼牙山。第七连第二排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5位勇士，将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分数扎捆，然后隐藏在棋盘陀最险要的阎王鼻子和小鬼脸2处阵地，
担负起了最后的掩护任务。狼牙山因其奇峰林立、峥嵘险峻、状若狼牙而得名，海拔1105米的主峰莲花峰就耸立在棋盘陀的最顶端。9月25日、狼牙山キャンダ付近の八郎軍に包囲攻撃殲滅の行動を開始した。朝6時行動を始めた。25日清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敌人上山途中，从东西水村往棋盘陀来的日军，一路上伴随着地雷的爆炸而倒下。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6万战士扼守着棋盘陀的要道，英勇战斗，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4次猛烈冲锋，杀伤敌人50余名。直到中午，日军也没有爬上棋盘陀。7连与5名战士分开以后，留下了2名机枪手，而当时机枪的子弹也是有限的，也给打光了。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个就是通往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如果当时吴勇士他们如果选择这条路的话，就会暴露出群众和主力部队的目标。而我前面这条路呢，就是通往三面绝壁的小莲花峰。吴勇士呢，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年的时间，对这里的地形呢是非常熟悉的。他们知道这条路就是一条绝路。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生存的希望。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主力部队和群众能够更安全的转移出狼牙山去。就这样，在共产党员马宝玉和葛振林的带领下，6班5位壮士毫不犹豫地掉过头来，向着狼牙山的主峰之一棋盘陀攀去。この工事は狼牙山中最も真剣で、崖を数メートル登るのは天を登るより困難である。棋盘陀峰顶三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吴壮士在班长马宝玉的带领下同敌人激战5小时。面对攀登到险峻山峰上作战的吴壮士，日军有刚少尉不得不用这样的话语给部下打气。
他们能上去的山峰，我们为什么上不去？于是日军攀爬了一个又一个岩壁，终于接近了山顶。到了黄昏的时候，吴勇士把敌人引上了小莲花峰。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子弹打光了，然后他们就用山上的石头往下砸，但是山上能搬动的石头是有限的，也给砸光了。他们手中呢，这时候只剩下了唯一的一颗手榴弹，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与敌人同归于尽用的。最后呢，他们把这颗手榴弹也甩向了敌群。我軍が幾度も叫びながら突撃しました。とっても一斉が良かった。後ろに来た人たちも集団に参加し始めた。逃げ場をなくした敵は絶壁の上で必死に抵抗していた。名古屋伊藤兵が敵から投げてきた手榴弾の爆発で谷の底に転落し絶命しました。在最后的危机关头，五名勇士宁死不屈。他们将所带枪支毁坏后，纵身跳下了悬崖。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跳崖后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于难。1942年4月，为了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当地人民政府在狼牙山棋盘陀上建立了纪念塔。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在题词中这样写道：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整修后的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全部封起，沙袋全部弄好，澳门大使一个，就开心的不得了，欢呼，那不得了，带着国际影响，所以日本人打不下来。纪念馆最醒目的位置，一尊巨大的家书雕塑。凝固在观众的视线中，这是国民革命军第88师第524团谢晋元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巧因无期爱见，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教累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
但是撤退的时候呢，中国的统帅部呢不甘心，希望留一支部队留在那里，因为它毕竟是上海的中心城区。最后呢，就决定由谢晋元团副带一个营入驻。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那个时候呢母亲还怀孕还没有出生，就到广东蕉岭我们的家乡。一个呢他说这个地方呢日本人打不到，还有一个呢我万一在外面有什么事情，我父亲的那个父母没有人照顾，这个任务呢就交给我母亲。由于中国军队的通讯一度中断，第一营的部分人员已经跟随大部队后撤，而当传令兵追上他们的时候，本已撤出危险区的战士们立即回头赶赴炼狱一般的四行仓库。八十八师是最早在八月十二号就进入上海，从八月十三号一直打到了十月二十六号，他的替换兵已经换了好多，所以四行孤军的这一支部队的主要的是从湖北通州替补过来，缺少战斗经验。苏州河畔，这座六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大银行在上海联营的仓库，这里将是谢晋元和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第一营最后据守的阵地。四行仓库呢，它是非常坚固，啊，这个墙啊很厚，啊，平时呢什么都存。那么谢晋元他们进去以后呢，一看，有很多的黄豆、绿豆、赤豆，这个。不就是沙包吗？是吧？放在前面啊，就可以做工事。七十多天来，一直炮火连天的淞沪战场，现在一下子像空无一人一样，在清晨的秋风中，更显得死一般的寂静。我父亲呢，他说我先到四行仓库，他过来先把那个八十八师的交给他的任务四行仓库这个阵地给他接下来，而且呢，并且因为他也熟悉这个地方，然后呢从底下到楼上重新再看了一下，他脑子就基本上就知道怎么安排这个守卫。第五二四团第一营进入四行仓库后，谢晋元安排战士对原有四周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并利用仓库里的物资不分昼夜地构筑起一道道防御屏障。当一切准备妥当，谢晋元和这支四百多人的四行孤军抱着必死之心，决定与日军拼死一战。为此，他们对外宣称八百壮士。十月二十七日，四行仓库保卫战开始。那个时候日本兵第一次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就大摇大摆的就怎么就咚啊咚啊咚啊这么过来的。因为他们想那么几十万人都跑了，
你这么一个小的据点，根本就不在话下吧。日军没有料到的是，经验丰富的谢晋元已经将防线做过精心布置，从外围地堡到四行仓库，这段200米的光复路形成一个口袋阵，等着日军进入伏击圈。那么谢晋元的布防啊，还是非常有特色。当时呢，他怕就是日军啊，就是偷袭到仓库的近处，所以他在犄角上呢，在民房旁边的民房呢留一个班。如果日军要包围仓库的话呢，那个班的士兵就可以从相反方向来射击。我们就等他到靠近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在三楼，杨营长在二楼，分别的指挥，然后一声命令下呢，那个楼上的那个仓库里的那个机枪步枪，还有楼下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把他给打了。打到晚上天看不见了，他就进攻就比较少了。这一天深夜，谢晋元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27日，对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比敌在80名以上。10月28日凌晨，日军将兵力增加到200人左右，猛攻四行仓库大门。是要一举拿下这个小小仓库。在仓库西南角的墙根，聚集着70多名日军，准备用炸药炸开仓库大门，而这里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射击死角。就在这时，一个弱小的身影从仓库楼顶跃下。202排的一个4班的一个副班长陈树生，他21岁，他也不要请示，一捆的手就拿好，有拿了导火索以后，从五楼就跳下来，在两个那个钢板中间钻下去，跟10几个日本鬼子同归于尽。四行仓库，中国守军的英勇，震惊了苏州和南岸的人们。他的南岸就是公共租界，当时所有的记者、关心的市民都在苏州河的南岸实地的拍摄记录这场战役。所以，10月26号的晚上，世界各大媒体开始报道四行孤军的战斗。10月29日下午，日军再度展开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经过3天的激战，谢晋元看出日军估计榴弹落入租界，所以不敢以重炮直接轰击，只能采取纯步兵的强攻。于是谢晋元也相应改变了部署，将部队收缩回仓库大楼死守，机枪连全部部署在楼顶，对日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四行仓库的战斗
租界里的英军看得十分清楚，一开始他们不断劝说谢晋元放下武器退出战斗，但均被拒绝。而中国军队表现出来的宁死不屈精神令英军刮目相看。英军司令史莫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一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军人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恼羞成怒的日军集中了更多的兵力向四行仓库发起总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并浇洒汽油纵火，使四行仓库周围成为一片火海。仓库内400多名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又一次被击退。深夜伴着零星的枪声，谢晋元判断出更猛烈的进攻即将到来，他动员全营官兵给自己的亲人写下最后的告别。我后来问过孤军的一个遗孀，我说你家先生认字吗？他说我们是农民不认字，所以认字的人为数不多，为数不多的认字的战士代替其他的士兵来记录他最后的愿望。所以后来那些老兵他说我们想死就死吧，当兵的，但是有一些年纪轻的只有16岁17岁的那些当兵的就有点难过，好像眼泪在眼眶里转的这么一个抽泣。巧英武器爱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军人不亦有家室，我既有之，且门衰灾薄，亲者丁稀，能无眷然矣。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全劳亲承担，以免旅人分心也。晋元。10月30日，日军集中火力猛轰四行仓库，几乎每秒钟就落弹一发。整栋建筑在高强度的炮击下受到严重的损伤，墙面被轰出了不少弹孔。但是仓库里的中国守军毫无畏惧，反而利用这些弹孔来回击。谢晋元与坚守仓库的400多名壮士连续激战4昼夜，先后打退日军1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200余人。今天四行仓库的墙壁上
谢晋元将军致敬，啊，来继续的努力。江苏淮阴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馆里收藏着两封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家书，寄信人叫李云鹏，今年73岁的李爱云是李云鹏未曾谋面的妹妹。在李爱云的家里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只风筝，那是大哥李云鹏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我哥哥是43年牺牲的嘛，我是46年6月份才出生。我大哥牺牲以后，我父亲呢就把我大哥以前亲自放过的风筝，那个挂在我家的那个祖屋的梁头上，让我们姊妹几个是白天晚上都能看到。他就是跟我说，你们要像你大哥那样，要像大哥那样活着。李云鹏出生在江苏沛县一个教师家庭，小学5年级时抗日烽火正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在课堂上，李云鹏最常吟诵的一句话就是，大丈夫焉能久视彼砚间。1939年，李云鹏的老家来了一支抗日队伍，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的苏鲁豫支队前身是115师685团，最早的时候是一体农民团，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再到抗日战争，始终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参加过汀子桥战役，四渡赤水战役，爬雪山过草地，还有平型关战斗。李云鹏偷偷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家里许久没有他的音讯。直到2年后的一天，他的父亲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父母亲大人大见，自儿离家已经年余，记得曾在本年4月间于4县正籍寄家信一封，不知大人收到否。我已离开此地转入本省淮阴了，一直家音不能等收，儿亦诚为念。信是严格按照中国传统来行文的，对父母亲等长辈的称谓采取双抬头的格式，以表示尊敬之意。不知大人身体近来健康否？不知家中生活情形和收成怎样？更不知当地情形如何？儿在外，甚为惦念之。儿在外身体很好，生活也很好，而现在的我，比从前粗壮而高大了，请大人不要为难。1941年，苏鲁豫队奉命东进，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后来又改编为新四军3师7旅。李云鹏就在这支部队里担任连队指导员。我父亲几次要去看望他，他都是婉言的，就是给父亲解释经常扫荡啊，这个不安宁啊，所以不希望父亲去冒这个险来看他。离乡数年，李云鹏家人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那个常年在外的儿子，而李云鹏对家中亲人的思念
也未曾停息。各位叔父叔母大人都好吧？侄在外也非常挂念，不知何家弟妹安好否，现在读书没有？望再来信告诉我。我在外也很好，望大人不要挂念，今后望大人多多来信，并祝何家安好。苏北根据地是山东和苏中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像一把钢刀威胁着日伪的统治。新四军第七旅第十九团在梅花庄沿河一带破坏日伪的公路、桥梁、通讯设施，使得这里的运输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今天，位于日本冈山县的日军五十四联队纪念碑上，柳塘河作战依旧被他们当作自己所谓的赫赫战功刻在上面。第十七师団は、キビチ、区内の粛清を図り、大東亜戦争を有利に導くため、共産紳士軍の徹底的掃討を目指し、六島川作戦が実施された。1943年，抗日战争到了湘鄂决战的后期，日军的中国战场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和消耗。为了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侵华日军呢采取梭壁式的扫荡，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3月17日。日伪军1000余人分兵合围驻柳塘河北岸的中共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十九团第二营第四连的官兵奋勇阻击各路敌人，成功掩护了中共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3月18日，第四连官兵在刘老庄与日伪军遭遇。在外边刘老庄那个站岗的有明枪，这时候为什么明枪？就是看见鬼子太多了，突然的来袭击了，所以他们来不及用话来汇报了，但是明枪。担任阻击任务的是4连82名官兵，他们凭借村前交通沟英勇抗击日伪军攻击，终于使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但失去了突围的时机，全连陷入了日伪军的重重包围，虽经数次突围，但均未成功。当时敌我的兵力对比是1000比82，而火力的对比呢，据日军绘制的刘老庄附近战斗经过要图显示，日军投入这次作战的重型火器就有连队、野炮中队、机关枪中队和大队步兵炮小队，这么多的火器。苏北大平原平坦而宽阔，四连只能选择道路边的交通壕作为阵地迎接战斗。敵は我が方を察知して歩兵後に発砲してきた。歩兵は射撃を開始し、歩兵砲は陣地に侵入した。この三者は同時であった。日军发起的第一次冲锋，刚刚前进30米，便被四连战士们的密集手榴弹击退。抜刀し先頭に立って投進したが敵弾を受けて倒れた。
生存を祈りつつ、連隊長と幹部が現場へ追求したが、壮烈な戦死であった。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改变战术，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四连阵地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烟尘滚滚。第一次军的战报显示，第一大队步兵炮向四连的阵地一口气打光了当日的所在所有弹药，扬起的尘土呢几乎是盖住了李云鹏所在的战壕。由于弹药浪费很严重，炮兵小队长还遭到了大队长的一顿臭骂。从清晨到黄昏，四连官兵在强敌面前坚定沉着，浴血奋战，连续打退五次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汉奸向他们喊话，说要你们投降吧，你们没有出路了，现在就是你们投降，不愿意投降明抢，就是明抢。后来他们八十连是最后还是明抢，坚决不投降。那一天的夕阳如同血染的一样浓烈，就在血肉相搏的战场上，人们看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这些为国尽忠的勇士们，所有的遗体都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八十二名顽强的中国军人没有任何退缩，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刘老庄纪念馆的这支步枪，从它弯曲的程度，依然可以想象当年战斗的残酷与激烈。虽然锈迹斑斑，但它却见证了四连官兵的铮铮铁骨，连同它所见证的那段不屈岁月，被珍藏至今。1943年7月7日，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全部，连长白思才，副连长石学富，正直李云鹏，文教孙尊明，排长魏庆忠，蒋元连刘登福等，以下计82人，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义！江苏淮阴烈士陵园内有82株粗壮的青松，每一株松树都是当地百姓精心栽植，为的是纪念刘老庄的这82名壮士。抗日军往东道前，战斗在淮阴刘老庄，82位英雄汉，抗敌3000小东沿，为人民战斗，为祖国解放，光荣了刘老庄的万古千秋美名册。战后第7旅。重新组建第4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迎来70周年。刘老庄82壮士方阵出现在阅兵场上，这支赫赫有名的钢铁部队穿越历史的硝烟，行进在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序列之中。
而现在心目中所最挂念着，以我年老被辞之祖母。而离家时，祖母曾染重疾，不知大人的病痊愈了否，身体健康否，不知祖母饮食起居怎样，儿心中非常挂念。这次离家为报此恩反而离家，是我之罪过也。待风息波静，凯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